肥姐咧为咗将演唱会做足100分，专登咧揾咗个礼堂晚晚彩排。昨晚啊 ，Dodo 咧专程探班，仲亲自咧攞咗个生果篮去送俾肥姐添啊，预祝佢演唱会成功啊！肥姐当堂开心到不得了。中华艺坛40年，出席无数大 show， 可谓咧踩台经验十足。不过呢个属于自己嘅演唱会咧，就竟然令到肥姐咧紧张到瘦咗一个码。阿肥姐，你咧开嗰个演唱会咧，就系即系中环艺坛40年第一次喎。唉，都系好大胆，我觉得。不过观众仲大胆，即系够胆买飞嚟睇。好多嘢睇噶嘛，而且系你第一次啊嘛，有咁多嘉宾喎。好彩啦，个啲好朋友都支持啦，成20多个嘉宾。嗯，咁你今次开演唱会咧，有好多人话咧就系就阿欣儿嘅，因为佢咧就放暑假，就等呢个时间咧可以翻嚟同埋你一齐做。是講得啱啦，咁因為咧，佢係我生命裏邊嘅最重要嘅一部分嚟，咁冇咗佢點得啫？完全冇曬意義啦，係嘛？咁一定要佢放暑假，咁唔使翻學又唔影響佢學業，咁一定要等佢有份參與先至得噶嘛，等佢知道媽咪賺錢唔係容易噶。咁你同媽咪 rehearse 咗幾耐啦？Rehearse 咗諗一個。一個禮拜到一個月啊！一個月啦，差唔多啦。我聽到演唱會三個字咧，我都好抗拒啊！我又唔係歌星，我 sell 啲乜嘢先至得嘅啫。所以人哋叫我初初叫我開啦，我就耍手兼隔零頭。但係忽然之間有個朋友就話啦：你應該開播，你入行40年，你做咗40年，都值得紀念下啦。咁忽然之間叮一聲，覺得提醒咗我，係噃，點解唔開個演唱會喺我自己生命裏邊留下個美好回憶咧？於是乎咧就應承咗，應承咗又後悔啦。咁啊，我又唔係歌星，我邊度有咁多歌嚟唱咧？咁就諗到揾嘉賓幫手咯，就咁咯。我好彩個嘉賓好俾面啊，真係一呼百應，打親電話佢都 OK， 冇話托手踭，真係好 happy 啊！你嗌到啊！呢日咧就忙住試靚衫，肥姐咁有份量，佢啲靚衫咧都唔輸蝕噃。呢条全身钉珠嘅白色裙成50磅重噶，肥姐话咧都着得好辛苦啊，所以要求咧设计师帮佢改下。都几性感啦，系嘛，隐隐约约啊嘛，系俾人睇晒唔值钱。呢条轻飘飘嘅粉蓝色裙着得肥姐咧好轻盈啊，好靓添。肥姐话仲有好多靓衫喺演唱会度着噶。呢头试完件歌衫咧，嗰头肥姐又要嚟到录音室继续练歌啦。啲老友记咧好似收歌咁，仲一早去到录音室等肥姐添啊，认真唔话得。讲到跳舞咧，肥姐呢位老友记啊，一样咁 fit 噶。加上咧，佢哋由细玩到大，由细跳到大，夹到绝啊！呢一对珠圆玉润嘅组合有咩惊人演出呢？今次能够同佢一起合唱喺舞台上咧，咁梗系表现我哋啲最精彩嘢啦。咁阿 Gogo 啦，又唱歌又跳舞啦，仲有一个男士咧同我哋拍档嘅，就系阿修修啊。哇，好幼稚咧，佢啲阿 Gogo 嘅舞王嚟噶嘛，系嘛？惊唔惊俾抢镜咧？吓，唔会。修哥，你会唔会抢我镜先？诶，哥，呢句说话讲得最啱噶啦。潘迪华姐姐咧嚟嘅任务系练歌，但佢最大嘅贡献咧就系大爆肥姐嘅秘密，正啊！佢细个时候咧，咁啊，佢就即屋企管得佢好严嘅，咁啊，佢爸爸妈妈咧就系信我嘅啫，佢咧就系成日都话去街嘅时候咧，佢好蛊惑嘅，佢话潘姐姐屋企，潘姐姐都系练歌。所以咧，我啲佢细细个我就同佢冇好熟噶。如果死咗卅，咁肥姐嘅异性知己除咗舞王修，仲有靓仔贤。四哥咧一向都好少公开唱歌噶，点解今次又会肯开金口嘅？因为阿肥啊嘛，肥系我妹妹嚟噶嘛，所以我一定要参与嘅。咁你阿肥姐咧会喺演唱会着一件咧好劲嘅50磅嘅歌衫，咁你又点样去衬翻佢咧？我唔着咯，同佢邓翻云咯。吓啊哦。
一完咗个 show， 肥姐翻到后台第一件事要做嘅，原来唔系休息，竟然系追住学友。原来肥姐为了一封利是给契仔学友啊，不过学友怎样都不肯收，还追回了肥姐转头还一封利是给他啊，最后肥姐没办法唯有收回一封利是啦。第二件事肥姐要做的就是找她的麻雀脚拉姑啦。你成功了，你成功了，多謝你們支持啊，多謝你們支持啊，你今天要進四首圈啊，是啊，天馬將在等我啊，我的車啊，車啊，我不會生先啊，在慶功宴那裡，肥姐的兄弟姐妹全部都來恭賀她，而一向低調的寶珠姐也都跟仔仔一起來恭賀肥姐。不過最難得的就是很少在公眾場合露面的仙姐都有來慶功啊。由於太多猛人混雜，所以特別安排了一間 VIP 房給他們，讓他們可以安心吃東西，不用被人騷擾。